准备刚从我老家后园摘来的菠菜，咱们给它改刀切段。准备一个祖传的空碗，放生抽、蚝油、盐、鸡精，一大勺黄豆酱，再来点农夫山泉，最后咱们放入一勺淀粉，咱给它搅拌均匀。锅中水开，来勺食用油，放入提前切好的菠菜，咱们下锅烫一下，烫好捞出过水投凉，投凉以后咱们攥干水分摆入盘中，起锅烧油，油热放葱花，炸出葱香味，倒入打散的蛋液，咱们把鸡蛋划成划散，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，咱们小火咕了两分钟就可以了。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请求大家就对着屏幕点两下，给红人留下一个双击带走，送红人也上一次热门，红人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啊。